老师，恭喜专辑。好，我们来拍照喽，来看看我们正中间的相机。亚文，看看你的左手边白色 polo 衫那一位，对了，对，就是他。再看看你的正中间一团黑色 T 恤的，再看看右手边，右手那位表情很慈善的，对。再看看正中间那位很可爱可心的蓝色 polo 衫，对。还有谁没有拍到的呢？右前方 B1， 还有哪一位没有拍到的呢？挥，你可以挥个手让亚文看到。啊？那我们上来弄一下好不好？上 OK 了，上来弄一下。Oh yeah，OK， 安吉丽娜·裘丽 style。现场同事，请将麦克风交到亚文的手上。你可以慢慢走，没关系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。OK，OK。谢谢。亚文，欢迎来到新闻中心。好。看到 Dennis 就表示你得奖了，恭喜耶！谢谢。心情一定很棒。刚台上可能匆匆忙忙的，我们再说一次你的得奖感言，看中间就可以了。谢谢你们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准备。得奖感言，因为我觉得能够来参加金曲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，然后我真的要很谢谢我的公司百事传播时代经纪，谢谢一路提拔我的庄总、应总，然后我的经纪人 Jo， 还有在帮我准备很多唱片，一些很大大小小事项的王维啊、祥明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人，然后帮我把今天的衣服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小文、怡琳，还有我的朋友发型师 Joy， 然后还有我的化妆师 Joyce， 很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因为今天是我妈妈生日，对。生日当天，然后我今天一早就看到他发 FB 的文，对，然后他就说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然后我希望我的生日愿望是我的女儿能够得奖，然后我的妈妈，我妈妈愿望真的达成了，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，然后也谢谢爸爸妈妈这样子一路的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对，然后还有非常照顾我的制作人曹俊宏，然后阮德军老师，还有一路都很照顾我的之前的老师吕小栋老师，还有阿良哥等等，很多在身旁一直默默支持我的人，对，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上天，然后感谢所有好与不好的，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成长的力量，虽然一路上有很多一些挫折一定会有，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台语歌手，台语歌的传承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能够继续接着我的老板寇赏黄义雄的心愿，好好的把台语歌唱好，然后继续为台语文化这块努力下去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恭喜亚文，谢谢。再看看你的正中间，那老师你可以把它靠近你的脸一点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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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看看你的右边，同事，我们带一下亚文过来跟谢老师拍个合照，好不好？亚文，我们来拍一个金曲台语歌王歌后照片。没有吗？歌王歌后合照。老师再盯一下，亚文就来了。好，我们欢迎陈亚文来到舞台上面，金曲台语歌王歌后合体。我们来。两位视线一致，请看中间的第一排，第一排，
面第一排梳油头那一位，对，很帅的，很像 model 那个，对。再看看您的左手边，左手边。看看正中间。好，慢慢的向你左边转，你的左边喽，慢慢的左边转，对喽。不要听他，看看中间，对。只要听丹尼斯就对了，看看你的右边，慢慢转过去。再慢慢的转回中间，慢慢转回中间，不要听他讲话，那是网络的风言风语，不要理他，看中间。不要，就看中间就好了，对，看中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开放，右左边左边，好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最后一张了，右手边。我们先谢谢雅文，谢谢雅文，谢谢，谢谢雅文。雅文这边请同事带一下，同事也带一支麦克风给谢老师。再次请您，分享一次刚刚的得奖感言。那刚刚来去匆匆，可能有落到一些，所以再讲一次。真欢喜，用去年这张专辑摕到台语歌手奖，当然啦，我较想要摕专辑奖。哦，这张专辑我用足侪时间去想出来，然后希望会用伫这张专辑内底，甲台语歌的历史，较早一挂先辈留落来样态，台湾以前的样子，都放在这张专辑里面。我感觉这张专辑做好，我可能要休困足久。我大概脑中的东西大概都掏空了。真欢喜的这种，感谢评审，谢谢。恭喜！那待会还有好几次颁奖的机会，我们先送你回颁奖典礼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谢老师，右手边慢慢的，我们会带你过去。